橙子树上橙子果，橙子树下你和我。大家好，我是 AKB48 Team SH 四期生朱景晨。作为刚刚加入 AKB48 Team SH 大家庭的我，能够获得大家直播的陪伴、握手会的关照、公演的应援，真的非常十分极其相当的令人感到幸福和满足呢。特别特别感谢大家能够在漫天星辰中找到我这颗还未发光的朱景晨。曾经在观众席挥舞着应援棒的我，能够成为自己所憧憬舞台的一份子，这真的如梦境一般不真实。而就如我能遇到大家一般，都是我人生莫大的幸运呀。梦想的旅程才刚刚开始，我希望自己可以时刻保持谦虚感恩的心态，追逐奔跑的姿态，以成为最厉害的偶像为目标，不断奋进。初来乍到，请多多关照。我是 AKB48 Team SH 四期生朱景晨。